祖兄不痛啊！我看他天上那个链条啊，一个链条，像自行车链条一样的，绕着外围啊，绕着外围在旋转，再转回去了。再一个链条垂直方向，一个接一个也过去了啊，这都是由飞碟组成的，一个一个啊，连到宇宙中心啊，连到宇宙中心，宇宙中心，连通的啊，从地球接上的关系一个。但是，觉得很高兴，很高兴啊！就像一个妈妈终于找到了她失散的，小孩了啊！终于找到了失散的小孩，无比的激动，无比的幸福。她花了极大的代价，极大的代价把路造到那边，通信系统连到那边啊，就是，但是最后一查，既然生活在，野蛮社会里边。哎呀，心里凉了半截啊！生活在一个野蛮的社会里边啊，而且在那边，受尽屈辱啊，能活到今天已经不错了。哎呀，心里又凉了几节啊，凉到心脏心痛的感觉啊，凉到心痛的感觉。原来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啊！派过去以后要，你既然派过去要做事情的话，要肯定要深入他们，社会里边，然后再一看这个过程真的心里在滴血啊，心里在滴血，居然跑到这么一个地方居然派去的一个地方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居然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呀呀，心痛不已，真的是心痛不已啊，心痛不已，心痛不已，这个只有先把已经送到地球的呢，代表文明的代表。能告知他们外星人存在的一点要做啊，先把大教堂开通，这个本来也在计划里边的，先把这个开通，然后还要不断的调整，不断的调整，把话语权拿到，然后引领地球，向文明迈进，再也由不能由着他们了啊，再也不能由着地球人在瞎搞了啊，现在是最后结果是这个样子啊。这个结果是这个样子啊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